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，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78页啊，178页，从倒数第四行啊，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啊，念老的注解看起。又密宗最重发大菩提心，其教典菩提心意云：菩提之心成佛之本，大事因缘莫过于此。又菩提心论云：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库，若修真出现，则为一切道师；若归本，则是密言土，不其于座，能成一切佛事。密宗在现代也很盛行，尤其是在国外啊，我们遇到的很多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曾经跟张家大师3年，这是一位密宗的大德啊，藏传四大活佛之一。我学佛的根底，这个老人呢，给我点点的。啊，密宗最重要的是发大菩提心。啊，密教经典《菩提心义》里面说：“菩提之心成佛是本，大事因缘莫过于此。”这个话是真的。你看，在净业三福第三福第一句就是发菩提心啊，那是大乘。净业三福第一福是世间福报、人天福报，第二福是小乘福报，
第三福是大乘的佛王。啊，大乘第一句话就是教我们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心，成佛是真正的事实，不是假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。那菩提心，菩提心是真的。那我们用的是什么心呢？不是菩提心，我们用的是妄心。菩提心是真心，菩提心是觉，觉而不迷。我们用的心呢，是迷而不觉，这要搞清楚。那么迷而不觉是六道凡夫心。迷得太严重了，连世间善法都迷了，都不肯做了。啊，这就是迷得太过分了。世间法就是六道轮回里头，有善有恶。啊，断恶修善呢，来生可以生善善道。如果不知道断恶修善，一昧还随顺自己的习气，在造作恶业，来生的果报决定在三恶道。啊，经论上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多。贪心、多恶鬼。啊，贪心是恶鬼道的业因。这个地方要注意，是讲心，不是论事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用的是什么心？啊，如果用的是贪心，贪名、贪利、贪财、贪色，或者是贪佛法，贪佛法也不行，全是恶鬼道。啊，佛法在世间法来说，用贪心来修佛法，佛法是善法。啊，但是你贪心学的，啊，贪心就感恶鬼道。啊，恶鬼道里的可能少受一点罪，啊，比那个贪财贪色的那个严重，那个已经接近地狱道了。啊，所以佛法也不能贪心学，佛法要用什么？用菩提心学就对了。用菩提心学会成佛。啊，所以说菩提心是成佛之本。啊，大师因缘，这个大师就是了生死成佛道，《法华经》上说的，这大师因缘。啊，一定要用菩提心。
啊，前面把菩提心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，那么净土颂说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菩提心论里头也有这么几句话。啊，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。这一句是真的。菩提心不是物质现象，我们五根圆不到。啊，五根是眼耳鼻舌身，啊，圆不到。这是物质，物质只能够圆色相，啊，能够圆色身香味触，这圆圆。啊，法里面有物一分物质，有一分非物质。啊，像佛法，啊，菩提心法，这个非物质。啊，但是这就是讲的自信，自信不是物质，啊，这里面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，慧能大师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具足一切诸佛功德法，具足一切诸佛功德智慧。啊，功德法里头包含智慧，德能相好，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其中。”啊，所以真正发菩提心就是万法具足，发了这个心如何证得？净土宗法门非常微妙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了。就真的了。不但真的，而且可以说是圆满的真的。这是得力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我们没有用长时间去修行，到极乐世界就真的。下面说，若修真出现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出现了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修行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用真心。啊，要用菩提心，菩提心、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啊，我们这个心里头没有真诚，心不清净，心不平等，那心里还是迷而不觉，
啊，这个心是轮回心，干什么事情都出不了轮回，念佛也出不了轮回。你是用轮回心，用错了心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念佛的人多，真正往生的人不多。啊，60年前，李老师常常感叹着说，莲友，台中莲社莲友，10000人当中，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。60年后的今天，10000念佛人当中，大概只有1-2个。什么原因？用心错了。没有用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用真心，一真一切真。我们用真心念佛，那就得用真心生活，用真心工作，用真心待人接物。一真一切真，这个管用啊，与西方极乐世界感应道交，因为那个世界是真的，不是虚假的啊。假的是生灭法，真的是不生不灭。我们的妄心是生灭法，前年灭后年生啊，真心不生不灭，真心决定有，你见不到。如何才能见到呢？眼见色，耳闻声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这是照见啊，智慧也照见清清楚楚。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这是真心。见色闻声起心动念是妄心，这把真跟妄简单的区别出来啊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，尽量的要真正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恭喜你，你真发大菩提心啊。你要希望往生极乐世界，你随时可以去啊！菩提心一发，跟阿弥陀佛就沟通了，没障碍了啊！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而且品位很高这个难得了。我们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。说清楚了也做不到。为什么？我们见色闻声还是会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这个心是妄心啊，是阿赖耶，
莫那第六意识啊，连带心心所同时起作用。那我们努力尽量的把这种妄心妄念减轻，这有好处。这种妄念越淡薄越好，我们跟真心就越接近。要淡薄，怎么淡薄法？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要知道这个假象的真相，于是怎么样？我们见色闻声，像佛菩萨一样随缘妙用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决定不能把假象放在心上。这就是修学菩提心，菩提心是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，这真心。那妄心本来没有，迷了真心才起了一个妄心。啊，很不幸，我们今天妄心当家，菩提心不见。不是真的不行，不起作用。发号施令的是三心二意。啊，三心就是阿赖耶莫那意识，叫三心。二意呢，就是第七识、第六识。二意，第六叫一根。啊，第六是一识，第七叫一根。啊，三心二意造出来的境界就是轮回，就六道轮回，假的。如果我们把三心二意转过来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啊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六道是什么？梦幻泡影。转过来之后啊，找六道痕迹都找不到，真的像做梦一样醒过来，梦境在哪呢？找不到了，永远找不到。啊，这叫转八识成四智。这个八识只有转，不能灭。啊，为什么？真妄是一，不是二。如果八识灭掉了，四智也没有。啊，那自信就没有了。啊，自信是永远存在的，不生不灭。八识是生灭法，生灭法一不生不灭变现出来。啊，所以自信是体。三心二意是幻象。啊，是生灭的幻象，我们要知道。你不理会他就没事。啊，跟尘相接触的时候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做不到。啊，不是凡夫能做到的。不分别不执着可以做到。啊，不分别不执着。
成就有漏善。啊，有漏善是声闻缘觉三乘菩萨。啊，别教里面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如果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叫无漏。啊，无漏法成就的高了，那是法身菩萨。啊，禅宗里都说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是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高了。啊，别叫实地。这个道路通途84000法门都是这条路，无量法门也是这条路。啊，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修正道。啊，今天我们很幸运遇到的是特别通道，易行道，啊，是捷径，这就是净土法门。佛告诉我们，净土法门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啊，84000法门只有这一门。无量法门也只有这一门。这一门很容易成就，但是很难相信。能信的，真正能相信，这一生呢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有怀疑的，修这个法门这一生最后还是搞六道轮回。为什么他有怀疑？啊，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，修这个法门要具足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不怀疑，第二个条件不夹杂，第三个条件不间断。具足这三个条件，万修万人去。啊，那我们就知道了，念佛不能往生，不具足这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有怀疑，第二个有夹杂，念佛里头还有妄念，第三个有间断。念佛不能相续，有这三个现象啊，自己要特别提高警觉。啊，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。啊，这三个障碍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他又把你拉回来了。啊，还是搞六道轮回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想方法帮助自己，成就自己。决定希望自己在这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
啊，那么经上所设这些条件，我们要记住，努力把它做到。啊，知道菩提心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，知道这一句名号，阿弥陀佛这句名号，也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。这一句名号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的总称。啊，佛号的意思，阿弥陀佛，通是梵语。那要翻成中国话呢，阿分作无，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无量觉。那世尊在弥陀经上跟我们说出阿弥陀佛名号的意思，他是用两句，无量光，无量寿。啊，无量光是智慧的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无量寿就是一切无量功德。啊，一切功德里面，无量功德里面，寿命是第一德，没有寿命，一切都落空了。啊，什么功德都落空了，所以寿命是第一德。你要有寿命，有福才能享啊。要没有寿命，你再大的福报都落空了。啊，你看这一句名号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心里呢不能放别的东西，把别的东西统统清除掉，不清除掉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心里面呢就供养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我什么都不要，这才行啊，这才万修万人去啊。啊，一万人里头这往生只能够一两个，我是不是属于这一两个？啊，居住条件就是的，不居住条件就不是。觉明妙行菩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，经中有一本小册子传得很广，说明他的事迹。这个小册叫《西方阙旨》，啊，他们在这个世间同修十二个人，在一起共修，十二个人都往生了。啊，他们遵守的就这三个句话：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他就这样修成。啊，把他们修行成就的方法传给我们，提供我们做参考。啊，十二个人在一起修行，道场不大，小道场，
但是圆满成就啊，十二个都往生了。所以道场的庄严不在大小，在这个道场真正有多少人往生啊，你这个道场建立在此地，究竟接引多少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这是功德了。啊，如果一个往生的都没有，那他功德等于零啊。他修的什么？修的福德。啊，还是六道轮回里面的福德，不是功德。下面说，若修真出现，则为一切道死。啊，处理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个出行也可以说明心见性，啊，修道理业心不乱。就是明心见性啊，则为一切道死他有能力像佛一样教化众生，没有障碍啊，啊，证得如来实力是无为十八不共法，啊，要用华严经来说，他真的四种无碍，啊，离无碍，四无碍，离四无碍，四无碍，像佛一样在世间教化众生。若归本呢，则是密严土。密严土是密宗的净土，跟极乐世界一样，密宗叫密严，啊，净土宗叫极乐世界，其他宗派像华严称为华藏世界，实际上是同一个境界。啊，修密人往生到密严土了，学华严的到华藏世界了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，啊，到三个人都往生之后，到那里一看，怎么你也来了，他也来了，哦呦，原来是一个地方。华藏就是密严，密严就是极乐，名称不一样，原来同一个地方，都来了，好事情啊！说不起于坐啊。能成一切佛事啊？怎么成就一切佛事？是教化众生的事情，没起作。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。你花开见佛，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讲堂里讲经教学，那里头有你的座位，
啊，你坐在那里真的没有起坐，你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，分身去的啊，分多少身？分无量无边无数的身啊。为什么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刹土？你每一个身呢，到一个刹土去拜佛啊，拜佛修佛报啊，啊，供佛，听经闻法开智慧啊。啊，一个佛教你一个法门，无量无边佛同时教你，你就得无量无边法门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要这样学才行啊，快速成就了。一尊一尊的那就修，你要学到哪一年才能毕业啊？同时修就有这个本事啊。一个大学里头有几百个学系，每一个学系都是四年毕业啊，几百个学系，那你要多长的寿命你才能够通通毕业了，全部学完了啊？极乐世界人就占便宜 啊，多少个学系分多少身，每一个身学一个学期，四年总毕业了，全学完了。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本事啊，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两愿到极乐世界去落实。前面两愿在此地落实，落实前面两愿，你就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前面两愿，第一愿是发菩提心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啊，第二愿是落实第一愿，烦恼无量誓愿断。啊，我们今天要断烦恼啊！啊，你看看，怀疑是烦恼。妄念是烦恼，这夹杂妄念，夹杂是烦恼。断断续续的是烦恼。啊，觉明妙行菩萨，他念佛的秘诀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本经教导我们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就是那个专字，怀疑就不专了，夹杂也不断了，间断也不断了。啊，觉明妙行菩萨讲三桩事情，这个地方一个字把这三桩事情都包括在其中，一向专念。这下面说，又赞菩提心曰：若人求佛慧，通达菩提心，父母所生身，俗证大觉位。说得好啊！啊，假若一个人发心求佛慧，佛的智慧
是一切种子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一样他不知道。究竟圆满的智慧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为什么？本来有的。记住这句话，本来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现在为什么没有了？迷失了自信，智慧不能现前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智慧就现前了。啊，你要不相信，你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，他表演得非常逼真。他19岁放弃过往的继承权，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他出家去修行，去修苦行，去参学。啊，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他都接触过，他学习非常认真，啊，智慧非常高，学了12年。啊，12年怎么样呢？觉得所学的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30岁这一年，把所学的一切放下，在菩提树下入定。啊，他的智慧从哪里？从戒定慧来的。戒定慧都是自性本有的。啊，自性具足圆满的戒定慧。这一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，啊，这就开始教学。落叶云教无比丘，啊，先说小乘，小乘主要的伦理道德因果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懂得，也用这个教化众生。啊，但是我们老祖宗是止于这个境界，没有向上提升。啊，6道里头的人天两道，佛法有提升了。啊，佛教小学，小乘是小学，12年，12年之后继续不断教，讲方等，好像是中学。啊，再向上提升叫般若，好比是大学，方等8年，般若22年。讲什么？讲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确实
认识了宇宙一切万法，搞清楚搞明白了。最后八年好比研究所讲法华涅槃，告诉大家过去所说的一切法，那是方便说啊，不断的把大家提升到法华是究竟说，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会三乘归一乘，一乘就是成佛之道啊，每一个人都成佛了，拿到最高的学位啊，博士学位。这教学圆满了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达不到的地方，没达到啊。可是佛教在2000年前传到中国来了，中国人有福报中国古圣先贤所传的不亚于阿含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在全世界中国人呢，祖宗的教学把学佛的基础教育扎稳了啊！你看佛教传到中国到唐朝中叶，啊，汉朝传到中国来的，唐朝中叶佛门这些大师就不要下沉了啊。下沉在中国两个宗派啊，陈实宗、居士宗啊，现在都没人知道了。唐朝中叶祖师大德嘛，用中国的儒跟道代替小乘，行不行呢？行，有很好的成绩啊！唐宋元明清出了多少高僧大德，这就证明没有问题啊。啊，儒跟道是中国本土的东西啊，跟大乘完全融合成一体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小乘在中国就中断了。啊，小乘的戒律在今天南传斯里兰卡还保守住啊，保持得相当完整，跟佛陀在世的时候差不多啊。我们到斯里兰卡访问看了非常欢喜啊，等于看到原始佛教，看到世尊最初的教学啊。但大乘是究竟圆满，究竟圆满在中国啊。那么这就是通达菩提心，用父母所生的身熟证大觉位，快速证得
大觉就是成佛。啊，到哪里去成佛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。啊，世尊为我们说这部经，专门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的非常详细。啊，让我们读了之后，生起深信心，真心，真正发愿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把父母所生生俗证大觉位兑现的落实啊。下面这段华严经上说的妄识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恶业，故法心之要不可言喻。这一段话的原文就是下面念老的注解。啊，注解里的书有注经之王华严经，中国佛教古来的大德，对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啊，特别尊重的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啊，称为诸经之王。方东美先生早年把这一部经介绍给我，他说这是一大藏教的概论。一大藏教是佛学，那这一部经书就是佛学概论。啊，这个重要了，这部书包括了完整的佛法，啊，49年所说的一切法通通在里头。啊，老师特别喜欢这个法门，一生当中好像没有离开过。啊，真用心呐！啊，也特别介绍给我。我年轻的时候也非常欢喜。啊，出家我记得第一步购买这佛法叫请经啊，第一步就是华严经疏钞。啊，那是有一个老居士老太太啊，供养我一个红包，分量大概也不少，我没收。我说我很想要一部《华严经疏钞》，你替我请一部。啊，在香港，请到的，啊，线装书40本。啊，非常欢喜。
啊，这现状书，民国初年印的，啊，非常珍惜，看不敢在上面做记号，为什么呢？这要留给后人，我们不能把善本糟蹋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以后我就拿着这个本子去印，啊，印出来的本子我就可以写字了。啊，这个原本现在放在澳洲。啊，我用的本子都是我们自己重新翻印的，啊，依照这个本子印，照相印。这里头这一句话很重要啊，妄摄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末业。我们常常把菩提心忘掉了，妄想杂念当家了，菩提心没有了。修一切善事也是魔业，为什么？你要了解六道的事实真相啊！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果报在哪里？在人天。人天在哪里？没出六道轮回啊！造一切恶业，堕三恶道。三恶道是消恶业的，那三善道呢，是消福报的，消善业的。不管你是善业是恶业，通通是搞六道轮回，这就叫魔道。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希望我们要注意这桩事情。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办？断恶，不着断恶的相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，那你断恶修善不造轮回，这个好啊！啊，这就是用菩提心，菩提心是觉而不迷，所以断恶修善全是功德。如果还是用我们现在的轮回心，断恶修善依然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叫魔业。故发心之要不可言喻，发心太重要了啊！这个发心，我平常在跟同学们分享的时候，我没有说菩提心，我说真心，真心就是菩提心，真心是觉心，觉而不迷，妄心是迷而不觉，妄心是随着境界转的。真心是转境界，不随境界转呐、啊。啊，在境界里如如不动啊，思相随缘，心如如不动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如如不动，这是定，是慧啊。如如不动是定的，觉而不迷是慧。啊，那么境界静缘，都是属于戒这一方面的事。
戒定慧三学。啊，戒就是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有分寸。有规矩，啊，言迟不犯，啊，心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。我们今天念佛的人，我们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佛号一句接着一句，不间断。啊，不加杂，修善不加杂善，断恶不加杂恶。啊，心呢，决定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，这就对来佛寺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他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觉明妙行菩萨的9个字，他做到了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啊，念佛是他的生活，是他的工作，啊，他的事业是个农夫，这个小庙没有一般的早晚扩充，他不认识字，扩充本也不会念，啊，没有念过经，早晚扩就是念佛拜佛，他小庙就4个人，我们相信他念法器都不会教。啊，在别人道场有早晚课，他在旁边念佛。转到基础啊。啊，所以我在光碟里头细心观察，这个人早就明心见性了，在佛法里叫做理一心不乱，他早就得到了。啊，我相信他多次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阿弥陀佛不接他往生，他要求过几次啊，佛叫他留在世间表法，这个信息他自己说出来，决定不是妄语。我们对他的话能相信。
表法的任务圆满了，佛就接他走了。他知道，他没有告诉别人。啊，只透了这个信息。哎，最近这几天呢，老佛爷要接我回家了。没有说哪一天，是最近这几天。啊，他说的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那些话里头，话中有话了。啊，你看往生前一天，一整天在菜园里工作，做到天黑。有人看到老法师，天黑了。可以收工，不要再做了。他跟人怎么说的？还有一点点，做完了我就不做了。大家把这个话当作平常话，哪里知道他做完了真的不做了，那天晚上就往生了。这都是做给我们看的。表法真表得好啊！啊，最后一个表法，我们明显的能看出来。啊，他老人家不认识字，他的徒弟带了一本书给他，他说什么书？他说这本书叫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赞僧》。他听到这个书名啊，非常高兴。啊，高兴的异常，好像是很多年想得到的宝贝啊，哎，这一下得到了。这么欢喜啊，把他心爱的衣服穿上，那他说我穿上这个捧在手上，书捧在手上，你们大家来给我照相。最后的表法啊，这个表法完了，三天之后往生。啊，阿弥陀佛叫他注释，叫他表法，是不是就是表这个法？为什么要表这个法？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反对慧济本，不愿意修这个法门，他来做证明，让大家重新反省，对这个经本慧济本生起信心，对念老的注解生起信心，那表这个啊，同时也能够给大家做一个证明，我们这些年来大概有十几年依照这个本子修行没有错误。啊，表完了就走了，你再去找他理论都不在了。啊，非常有味道。这个老人我没见过面，
我没有明心见性，我对他不知道，他对我知道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告诉人，啊，古人这些版本，我们的智慧、德行、文字的修养，都不能跟任何一个古人相比。他们的东西，我们怎么哪有资格去批评呢？啊，王龙书的汇集本，魏默生的汇集本，确实有些高深大德对他有不满不平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取舍不当。啊，还有随意改动文字，这是个忌讳。没有说不能回击。如果说不能回击，现在寺庙里的这个早晚功课扩诵本是回击的，那不应该要啊。所有经忏佛事法本也是回击的，那通通都不能用了。啊，那现在好啊，寺庙里都没事干了。啊，早晚功课要去念原来的经本。啊，不能用祖师大德编辑的。这是我们自己的成见、偏见，这不是正确的。夏莲公这个本子用了10年的时间，汇集成这个典本。啊，第六品是最重要的品，48愿，3个人在一起合作成的，慧明老和尚、夏莲居老居士、梅光系老居士，3个人，3个月的时间，啊，汇集这一品去。梅老序文里头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所以现在无量寿经一共有9种本子，我们都要尊重，不能够批判，我们没有这个资格。啊，无论德行、修持、智慧、学问，在这个汉学，啊，这些人都比我们强，我们无法跟人比，怎么能批评人？啊，这个是有过失的。不是好事情，我们的态度只有尊重，至于你学哪个本子随意，啊，9个本子都好，每一个本子都是教你发菩提心、一向专念，你只掌握这一句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成就了。
啊，这一句总没错是。那我就用这一句就行了。啊，谁成就的呢？来佛寺的三个人成就，就是一句佛号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就这一句。那发菩提心怎么讲呢？藕益大师讲的最好，信愿持名，信愿就是发菩提心，持名就是一向专念，四个字。重要啊，信愿持名啊，啊，希望我们同学要认真努力，不要受到外人影响。啊，跟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会帮助你，老师太多了，问题出来了。我在前面跟诸位做个报告。啊，我还沾了一点边缘，就是中国师承的传统。啊，师承，老师对学生的要求，三桩事情。啊，第一个，你在拜老师之前，老师告诉你，你过去所学的，我统统不承认。这第一个条件，第二个条件，从今天起只能跟他一个人学，只能听他一个人讲经教学，不可以找第二个人。啊，什么大德在这个地区啊，讲经、讲演都不能去听，除非他同意，他不同意不可以去。第三个，从拜老师这一天起，你看的文字，你看些什么书，啊，看些什么经，都要经过他同意。他不同意，不准看。啊，你完全能够接受了，老师最后告诉你，有期限的，5年。5年之内呀，一定要遵守，你才能学到东西。啊，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觉明菩萨说的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跟一个老师。你跟两个老师，老师看法想法不一样，老师讲的不一样，你到底跟谁？三个老师就迷惑颠倒了，三个人三个说法怎么办？四个人老师四个说法，你就没法走路了。啊，中国教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老师。啊，不可能同时两个老师。啊，一个老师学完了，毕业了，
啊，大概毕业都是五年，学习期间是五年，啊，五年之后你离开了，如果你觉得还有高明的，你可以再跟一个人学，这个可以。啊，你再跟一个老师，老师告诉你，你从前学的我不承认。为什么？承认要辩论，辩论很幸福，老师不愿意跟你辩论，我不承认，你得听我的，你要不服，不服你离开啊！我不教你，你另请高明。啊，这叫师承。啊，真正听话，老师真帮助你，真成就你。老师没有别的希望，希望你成就。啊，这就是古人讲的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老师没有传人，他就没有后。那么他对他的老师来，他就不孝。至少要有一个传承的人。啊，希望这个学者学术啊，道统永远传下去，世世代代都有传人。啊，不定在什么缘分成就的时候能发扬光大。没有传人就灭了，就断掉了。啊，所以老师一生的愿望就是希望找一个学生能成传的。啊，决定没有嫉妒障碍。啊，学生学的超过老师了，老师有没有嫉妒障碍的？有，自古就有，不是没有。啊，可是学生心里有数，真正学成的，当然跟老师的境界，甚至于超过老师。他懂得回避，啊，他懂得尊重老师。啊，老师对他不满的地方，甚至有障碍的地方，他懂得回避。啊，这是智慧，不伤师徒的感情，不会被外人笑话。这真正叫孝道。幕后这一句，发心之遥，不可言语。发心的重要，太重要了。那我们接着看后面第九个小段，一向转念。即专恒一直持名念佛法门之意啊，专一恒永远不改变啊，一直本经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。持名念佛啊，这叫一向专念。弥陀因中发生念，必生之大愿。
故行人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必得往生净土。语言正，不推之妙果。语气非常坚定，让我们读了一点怀疑都没有。我们看念老的原文啊，注解：一向专念者，一向二字有数义，有好几个意思。第一个，朝向一方前进，这是一向。第二种呢，偏向一边，那也是一向。第三个呢，一味。第四个是总是。第五个是一段时间。那这一向啊，有五个意思。故知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就是专恒一直持名念佛法门啊。专是专业，恒是有恒心，绝不改变啊，一直一定了，持名就是这持名号，这是保持啊。保持在哪里？保持在心地上，心上有佛，有阿弥陀佛，决定不能把阿弥陀佛忘掉了。啊，这是净土念佛法门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。啊，那么一向专念，本于弥陀本愿第十八愿，甚念毕生之大愿。一向专念有来有的，从哪里来的？是从阿弥陀佛本愿，本愿有四十八条，四十八愿当中第十八愿啊，十八愿有一句经文：生念必生。一向专念就是以这一愿做依据根据啊，弥陀因中法，甚念必生之大愿。故行人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必得往生净土。语言正，不退之妙果。修学净土，这一句就圆满了，就讲尽了。啊，是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成佛之前，初学佛跟我们现在这个地位差不多啊，他出家了，名字叫法藏比丘。啊，法藏比丘，
非常慈悲，看到诸佛刹土六道众生苦不堪言，他发了大心，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永远脱离轮回，圆满成就无上菩提。他发了这个，起了这个念头，这是慈悲的基础啊！诸佛如来没想到啊！啊，佛佛道同，智慧德能是平等的，为什么只有阿弥陀佛他突出了？诸佛对他的赞叹说，光中其尊，佛中之王，佛跟佛是平等。为什么他突出？因地时候别人没想到，他想到了。不但想到了，他还把它落实了。啊，怎么落实？老师教导他，他向老师请法，他有这个愿。这个愿怎样才能落实？啊，老师就教他，你到十方刹土去看看，亲自去考察啊，诸佛刹土里面有好的善的，你记下来，采取了不善的呢，你就不要它啊。所以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他用了五大戒的时间啊，认真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学习。一尊佛的刹土都没有漏掉。啊，这样子总结成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就是他总结的心得。他所想要的，这个动作，这个方法，现在科学家赞成，非常合乎逻辑，不是你想出来的，也不是老师想出来教给你的，不是的，是你自己亲身到外面去考察得到的结果。啊，那么这四十八条都是一切诸佛刹土里最美好的啊，但是有些刹土里有，有些刹土缺几条啊，这么一来就完全依照四十八愿建立了极乐世界。那这个世界当然超过一切诸佛刹土，一切诸佛刹土的好的它全有，不好的全没有。啊，任何佛刹土里都有挑剔的，他那里挑剔不到。啊，你比如第一个，我们这个世界，娑婆世界，
六道里头，有天道，有阿修罗道，有人道，后面有三恶道。三恶道不好，他不要；阿修罗道也不好，他也不要。所以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只有两道，天道跟人道。啊，这三种不善的，他就没有。没有果，诸位要晓得，就没有因，有因就有果啊。那么极乐世界的人，绝对没有贪嗔痴的。为什么？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，绝对没有嫉妒、傲慢、嗔恚。为什么？那是阿修罗的因。啊，我们从没有这个果报，就想到那个世界没有恶因，没有恶缘，啊，没有恶果，这个好啊！这些事情呢，法藏在做比丘的时候就想到。无界的世界，无界他成佛了，这么长的时间，用心这么善良，啊，肯定得无生法忍。得自性本定，具足圆满智慧，他明白了。啊，这个四十八愿成就的极乐世界，是一切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。那么佛看到了，要不要呢？啊，他建了个极乐世界，我也可以建立一个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要给别人争了。要有这个念头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佛。佛怎么样？如如不动啊，对你这个世界赞叹欢喜。那我这个世界里还有度不了众生，送去，送到你那去。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在他自己的本土里面干什么工作？做宣传介绍。你们在这修修行困难，有一个很容易修行的，到极乐世界去，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，没有一尊佛不讲弥陀经、观经。换句话说，净土三经是一切诸佛应化在世间必须设的三部经，其他的经不讲没关系，这个经不能不讲。啊，也就是一切诸佛都变成什么？变成阿弥陀佛介绍人，啊，招生的地方，啊，他来保送学生呢。阿弥陀佛的成就就是一切诸佛的成就，他不分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的成就就是一切诸佛刹土的成就，叫真正不可思议。一切佛就是一尊佛，一尊佛就是一切佛，一个世界就是一切世界，一切世界就是一世界。啊，什么时候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事实真相，啊，所以弥陀音中发生念
必生大愿。故行人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必得往生净土，圆证不退之妙果。那妙果是真正无上菩提，华严经所说的妙觉如来。那肯定在极乐世界完成。啊，经中上辈、中辈及下辈往生之人，皆由于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而往生极乐净土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！啊，三辈往生，这是大分。上辈往生是在这个地方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啊，像哪些人？来佛寺的这三个老人，在我心目当中的看法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他们往生极乐世界，上辈上生。都不认识字，都没念过书，都没有听过佛法。啊，凭什么？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我们今天批评经、批评论、批评一些方法，不老实、不听话、没有正干的，能不能往生？不能，还是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在六道轮回里面肯定是三恶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轻视经典，啊，批评这些大德，啊，还贻误众生，让许多众生听到你的言论无所适从，不知道修哪个本子好了。这个因果责任要背呀，你不能避免呐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想到因果。啊，真正修行人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我们自己被这么多烦恼习气染污，还自以为聪明，啊，还想叫染污别人。啊，所以真正不相信没关系，你学海贤法师一句南无阿弥陀佛92年念到底，你肯定成功，也跟他一样上上品往生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下面说出了真因，盖以果觉因心，究竟方便。全显弥陀一尘愿海，六字洪名，不可思议之威神功德。这是
黄念祖老居士跟我们讲的。啊，佛讲经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教我们相信，目的就达到，相信真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啊，信愿念佛，决定得生，这功德就圆满了。那么我们看看现在的九种本子，中文译的九种无量寿经的本子，每一种拿来细看，有没有这个目的，能不能起这个作用啊，教我们真信真愿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如果都有，那这本多好，都没问题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我们不会再造罪业了啊！我们真正是佛弟子啊，若要佛法生心啊，唯有神赞生啊，佛门弟子大家互相赞叹，佛法就兴旺啊。如果互相批评，互方攻击，互相不饶人，佛法就灭了啊。为什么呢？社会大众一看你们已经乱成一糟，乱成一团了啊，我就不学你这个了，远离你而去了。这就让一个人学佛的机会断掉了，这个责任谁负？断人发生慧命，比杀他的生命罪还要重。啊，所以说，这一句佛号是阿弥陀佛果句，圆满的果句。我们今天念这个佛号，把这个佛号放在心里，作为我们的因心啊，这个因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的真因。这个法子究竟方便，方便到基础了，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啊。全显弥陀一乘圆海，六字洪名啊，阿弥陀佛的教是一真，就是叫你一生成佛，不要等到来生啊。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六个字有不可思议的威神功德。你这一生能掌握住，决定得一切诸佛赞叹，你真了不起，你真正太幸运了啊！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怎么被你全碰上了啊？佛法当中尤其是净土法门啊，你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这些经论，遇到这些大德，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，终于你真正相信了，再不怀疑了啊，发心求生净土啊，我真的念佛了，这功德不可思议，稀有难逢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